信他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疯，她还有一些疯。哎呀，自打本宫进宫以来就独得皇上恩宠，这后宫佳丽三千，皇上就偏偏宠我一人。唉，于是我就劝皇上啊，一定要雨露均沾，可皇上非是不听呢。啊，皇上啊，就宠我，就宠我，就宠我。你说你叫为奴的情何以堪呢？这不昨夜的皇上召见，批阅奏折，这一夜未眠呢，我这身体呀甚是烦累呢。